检查阀了。这是突然间是什么？这是天上有难呀，看的。油炸车不是抓住了？我看还没发生，想把给是，看给是都是错过了，等等等看。他说的抓车。铁砂是那家已经抓的那个，那个。来了来了，行。但是你们放吗？这个还咋种知识？哦，倒车，你看看，还咋种知识？是这么得的。他公务员钱找了噻，不是他干事。来了，后面你看，都在倒倒倒的，又停下来了。哦，来了，叫上去了。哎呦，嗯，你看。哎呦，那不行啊，兄弟。倒还是？到了，这上次上次昨天在玉林水上，就是给那个管理过来。他都确诊了。什么都检查了，不是？好的，妹妹。这倒车的车子，然后后边去，后边给小区的。在这个。我操！我不是电，我是打。几块钱？几块？在啥子啊？是八百块，是零半价，大街火车开始的，跟七十三的那个的。明白，叫上去就行。叫他拖车，叫了不高，不喊你打。